大家好，今天呢，主要来做一个所谓的拍立得相片的一个开箱文，那这是从美国购入的，那现在为大家做开箱。首先呢，打开包装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套圈来保护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所谓的 sticker 来做确认。撕开 sticker 之后，就可以做一个侧边的一个开启。开启之后呢，可以取出现在的所谓的相机。那相机这个放这个地方，在这里呢，有一条具有皮质的 Instax 的那个吊绳，有一个挂钩，然后那个挂钩里面还包含了一个 Type C 的一个 USB 插，在箱子里面的同时，当然是有具有说明书、保护卡、一些简单的资讯，让你下载 APP，以及告诉各位如何装载底片、影片，里面当然是厚厚的一本迷你舅舅的一个说明书，更 warrant。同时间，大家很在意就是所谓这个铝制的一个 handle，再还是另外一边呢，就是说体现的是一个所谓的充电 adapter。Adapter 在这个地方可以打开，不好开启，那我们就来回再做开启。这个地方有一个 open slide，开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电池是放在里面的，电池在里面，加上 Type C 的 USB 插槽就可以进行充电。在开启主机之前呢，我们先看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纸袋包装。那当然，这纸袋一样是可回收的 PAP，设备和 PAP 的确是很环保。首先呢，开启相机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可调整式的闪光灯，然后开机模组是由传动转盘进行开启。那这个地方有不同的摄影方式，0.3到无限连，关机，然后这地方可以调整是否是暗角，四处暗角然后呢，材质属于磨砂的塑料材质很不错。这地方有三个方向按键，开启，坠入。调整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。不同的滤镜在这个地方，开门键在这里。等待充完电之后，会再进行相关的测试。今天就到这边。